诗篇六十八章六节，上帝叫孤独的人住在家里，领被囚的出来享福，唯有悖逆的住在干旱之地。天父，我们在这个时刻来到迷的面前，为远离家乡的人寻找家的温暖祈祷，求迷的慈爱和关怀围绕着他们，让他们在异乡感受到迷的同在和安慰，求迷引导他们遇见善良和热心的人，给予他们温暖的支持和关怀，使他们能够建立新的社交圈和友谊，求迷赐给他们勇气和坚定的信心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，知道在迷里面有所依靠，求迷的爱和恩典充满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的心充满平安和喜乐，愿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家的温暖，并在迷的恩典中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归属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